有请黄潇，他是 Arena 国际起舞大赛总冠军 ，WOD 世界起舞大赛 ，and HHI 世界起舞大赛中国区冠军。四位队长好，我是来自成都 Hello Dance 的黄潇。这个潇啊，他又开始要表演艺术了啊。潇师傅，我读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川音教跳舞了。川音的。I saw him from last season on this episode. When I saw him, I was like, "You're gonna do something really interesting." 首先，我要感谢韩庚队长把额外的毛巾给了我，让我有机会跳我自己的作品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有中国风元素的一段编舞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Yeah. 好了，看艺术了，开始。就是一头一尾的，可以。哇，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子的。黄潇又会编舞，自身质感又很强，有一种意到而比不到的这种感觉。从开始到后面，非常的流畅，非常的稳，非常好。可以，太妙了 ！This song is him together one.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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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That was so emotional. I was like, wow, the heart coming out of this performance.The feeling, I was playing with his no clothes. That was so light, that was so beautiful. I'm happy to see the Chinese culture in a movement. Wow, yeah, that was so nice. 好的，四位队长，请先做出我们这一轮的决定。三、二、一、四票。这个值得四票，好的作品。水打湿了，我跳不到十九了。还有一滴水，一直在他身上跳跳跳跳，最后到这儿就干就干啊。他应该讲的是一个关于太极的东西吧？嗯，在练成功是吧？不是衣服打湿了吗？我这个我想表达一个就是练功的人吧，然后在风雨中行走的一种状态。都在这不动脏。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生活中一样，可能有些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呀，可能有雷啊有雨啊打在自己的身上，但是不要害怕，我们要逆风前行，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就像最后就豁然开朗了。对，刚刚最后那个设计啊，就是经历过风雨之后把这个雨水拧掉，什么事都过去了，太潇洒了。看你的舞蹈就很舒服，又舒服又有不停的惊讶，太棒了。
因为这次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们一起来一个聚会，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这种中国风的元素放在我的编舞里面，也给国外的朋友们看一看，我们大家一起交流交流。就是把古典舞和街舞融合得特别的舒服，很棒很棒，艺术家。那我们恭喜黄潇晋级。这世界很酷。